谢谢我们家王室。宝贝们想听什么呀？你们可以点歌了，不用管嗓子开没开，随便喊一首就开了。刚才这首歌叫《白色恋人》，哎，很任性啊！头发乱了，我头发就没咋梳，就直接扎个马尾，就给你们来直播了。这白天是披着头的，嘿。观众朋友们请注意，观众朋友请注意，哎，把那个摊儿往旁边弄一弄，收起来啊，收起来摊儿。每个人都有小星星，星星是不花钱的，每个人有50颗到60颗，大家可以往出送一下，这个可以涨经验值，谢谢大家了啊，每个人都有，每个人都有，谢谢我们家摊号的飞机啊，谢谢。不管手机还是电脑，玩游戏的出来一下，送一下星星，谢谢。小花，谢谢大家的星星。哎呀，浩叔，你怎么的了呀？谢谢我家叹号。哎，大鱼啊，我想唱一首《那一天》，行不？先唱一首《那一天》，行不？要不然就唱一首《姑娘爱情郎》，你们选，算了，不让你们选，我自己来吧。嘿，那一天。谢谢大家的小星星，大家上一天班辛苦了吧？来看会儿直播吧。今天我怎么穿的跟兵马俑似的，这个跟个大熊似的呢？那好肥呀，我去！是不？
尽头，不为超度，只为触摸你的指尖。那一世可长头，不宿在山，不为情剑，只为贴着你的门。我现在要休息一下，小休息一小会儿。丢了幸福的祝福。谁说我今天穿，谁刚才有个说我今天穿的衣服像孕妇装，胖乎乎的，你能不能不这样啊？厚吗？怎么能像孕妇装呢？再说了，就是这个地方太鼓了，其实还行，是瘪的。不要这么跟那块乱讲，太厚了，太厚了。听什么呢？咱们唱点什么歌呢？感觉像刚睡醒是吧？哎，这个头发有点乱，是吧？这个是大猫咪，还戴耳朵。哎，你别提了，今天我不是说跟我妈我爸看电影吗？咱们还没等出屋呢，我二姨就电话就来了，神仙看见照片了。那个带着我的外甥女儿还有我姐我二姨一起出去吃饭去了，电影没看上，白高兴了。你说那天那吃饭在哪儿不能吃啊？在家也能吃，到饭店吃的那磨磨唧唧的。我最不爱去饭店吃饭了，我跟你讲，要不是非得去的话我才不去呢。我搁饭店一坐，跟那会儿吃两口就饱了，我跟那会儿坐像个傻子似的，跟那会儿发呆拿着手机，完大人就喝酒聊天，完我就搁那等着。你的过去我不介意，想听这首歌吗？那你们想听什么歌啊？哎，我们家十七，十七你想听什么歌啊？十七，你电话是不是
没电了呀。我的世界很任性，红三郎。征服。就这样被你征服，断了我无奈的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。啊，看看啊，给你们唱个什么的？我们家十七好像不在了，给你们唱一个这个吧，等一下。稍等，你们点的歌不要挑平时就是总唱的，你们挑不经常唱的。哎，我踩着这个呢，就能考，他们不那么凉了。姑苏慕容情是不是有递这个？递这个，今天这么卡哇伊，我刚才不是卡哇伊，我这刚换完，刚才我特别的成熟打扮。看看啊，歌在飞，做你的新娘，一曲相送。你们不要这么聪明好不好？弟弟哥，我采访你个问题呗，你这么跑骚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你敢不敢在一个房间待到半个小时以上？你不是慕容强，你就是 DJ。 等一下啊。潇洒丑一回，爱你在心口难开，我来找一首我喜欢的歌。欢迎我家无敌大通力，欢迎无敌。我的快乐就是想你，我唱这个送给无敌哥，这首歌这来的正好，送给你了，这首歌不用谢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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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是啊是啊，夏天走了，菊花开了，沾沾秋风吹来的忧郁。我是沾沾秋雨，我的歌敲打着玻璃，片片的落叶，片片愁绪。坐在窗前翻开日记，字里行间写满都是你，昨日的浪漫，难忘的记忆，一点一滴烙在心里。我的快乐就是想你，得到生命为你跳动，为了你呼吸。你是我的豆豆，曾经的甜蜜，孤独寂寞角落里思念你哭泣。我的快乐就是想你，生命为你跳动，一别再相聚。你是我的宝贝，不让你委屈。你是我的最爱，无人能代替。谢谢我家无敌哥，谢谢我家往事，还有我家豆豆，还有飞翔，谢谢。就给点我的快乐，就是想你。噔噔噔。坐在窗前翻开日记，字里行间写满都是你，昨日的浪漫，难忘的
记忆一点一滴留在我心里。我的快乐就是想你，生命为你跳动，为了你呼吸。昨日的幸福，曾经的甜蜜，孤独寂寞角落里思念你哭泣。我的快乐就是想你，生命为你跳动，等待再相聚。你是我的宝贝，不让你委屈。你是我的最爱，无人能代替。我的快乐就是想你，生命为你跳动，对了你呼吸。昨日的幸福，曾经的甜蜜，孤独寂寞角落，思念你哭泣。我的快乐就是想你，生命为你。哇塞，三九，等待再相聚。你是我的三九，不让你委屈。你是我的最爱，无人能代替。谢谢。等一下，谢谢08808，谢谢，还有我们三九的两个烛光晚餐，谢谢你啊。嗯，大地，谢谢，三角飞机，咱们家飞翔。哎呦，主播是80后的吗？你猜，这个叫我的快乐就是想你。我相信有很多新玩家的话，就像是三九啊这种，808他们这种玩家的话，那他们如果要是新的话，新来玩来风的，他们我相信点礼物选礼物的时候，肯定都是我说的这种，鼠标混到豪华那儿看了一圈，看了一下这个多少钱，这个多少钱，然后到热门看一下这个多少钱，这个多少钱，选哪个呢？选这个吧，按一下赠送。哎呀，出来了，肯定这种下巴特别漂亮哦，真的吗？我一点都不喜欢我的下巴，我喜欢那种蛇精脸，最好下巴能很尖的那种。我这下巴不尖，要能这样特别的尖的翘一点就好了。谢谢我们家大地。哎妈呀，我口水呛到现在也没好，谢谢大地。尖下巴日子不好过的，为什么？尖下巴一低头就能给自己戳死，给地气球戳爆，实在想不开的时候一低头就能自杀。太方便。不是太简了吗？都这么形容。滴滴滴滴滴滴。朋友们想听什么呀？那叫斜拔着脸，还猪腰子脸呢。走在冷风中，谢谢谢谢干808还有三九送的礼物，太夸张了，宝宝。开玩笑的。大家快来韩夏夏是我听的最歌，韩夏夏是我听的歌最好。你说啥呢？都没看懂。谢谢春无爱，你这是不是字数有限呢？你说话说不明白了，豆豆。主播面相有福气，天圆地方。你们看见没？你们可对我好点吧，跟我关系处好的话都能一起发财，我们都合财，我跟谁都合财。咱这屋里还有算命的呢。
对呀，你以为呢？谢谢大哥。啊，我们家有人发烧了。没事。等一下啊，他说他发烧了，谁说我是龅牙啊？我不是龅牙，就那一颗牙往出指。给你们唱一个这个吧，等一下啊，就唱一首白狐，弹这个。把白狐送给大家，那首歌行吗？行，我只要嗓子开了都能唱来着，你就那么点。豆豆别浪费钱了，一个喇叭50呢，再加点儿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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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是一只爱了千年的狐，千年爱恋，千年孤独。长夜里你可知我的红妆为谁补？红尘中你可知我的秀发为谁梳？我是一只守候千年的狐。千年守候，千年无助。情到深处，看我用美丽为你起舞。爱到痛时，听我用歌声为你倾诉。寒窗苦读你，我海誓山盟，铭心刻骨。锦芳花烛，却是天涯漫漫。春情尘埃，朝朝暮暮，生生世世都是你的狐。世世都是你的。
春去春来，朝朝暮暮，来生来世还做你的后。谢谢英哥，谢谢迟来，谢谢飞翔，还有豆豆、王世仁，谢谢大家。酒干倘卖无，看看啊，我还是需要再休息一下，我需要再休息一下，等一下，谢谢公屏小伙伴，宝贝们喜欢天下唱歌，点击下头上方的关注，谢谢春回，谢春回，你刚才说你要点什么歌来着？深深却不能再体会你的温存，风阵阵我关上了，关平台了，是的，开个任务啊，等会儿再开，再稍等一丢丢。谢谢你下边有颗美人痣，我下边没有美人痣啊，可能是抠的痘痘痘印吧。谎言欺骗了我的心，没有啊。情真真，我曾经小小哥没分寸，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女人。你不是说十一点之前下播吗？你怎么的，你什么意思，你说你这意思就得让我下播呗，是不，你什么意思，要不然我下去你来播呀。阿喜来，你出来我看看，你啥意思，就让我现在得下呗，我生气点儿，我生气点儿可爱不，该吃了，该吃药了。是不是我说的话还能当真呢，我说啥你信啥呀。哎，别别别，下不成气，我也就看见这个唱歌的面子，要不然我就削他了，我可害怕吗？这是唱了几首你就赶我走，我唱首活着。哎呀，春回，你刷草的话权重就降下去了，谢谢。你刷的对。咱们家谢谢春回，谢谢的都流着汗谢的。嗯嗯嗯，心里在滴血呀，开始。总是女人啊，好啦，我要给你们唱一个那个爵位什么的，别生气，气了就会变老，开玩笑呢，我才不生气的，他们永远都是我的好伙伴，我只是吓唬吓唬他，看见我生气了他们一点都不害怕，那平时跟他们闹的太多了，真生气了还合计我闹着玩的。给你们来一首活着啊。嗯嗯嗯嗯，开始。每天站在高楼上，看着地上的小蚂蚁，他们的头很大，他们的腿很细，他们拿着苹果手机，他们穿着耐克阿迪，上班就要迟到了，他们很着急。我那可怜的吉普车，很久没爬山也没过河，它在这个城市里过得很压抑。
虽然他什么都没说，我默知道他很难过。我悄悄地许下愿望，带他去蒙古国。慌慌张张，匆匆忙忙，为何生活总是这样？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？不卑不亢，不慌不忙，也许生活应该这样。难道说六十岁以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？谢豆豆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哎呀，不要拍不要拍，讨厌的狗仔队，不要拍。一点一点飞逝而去，还是那一点点小积蓄。我喜欢的好多东西还是买不起。生活总是麻烦不断，到现在我还没习惯。哎呀，钱太多，都说钱是王八蛋，可长得真好看。慌慌张张，匆匆忙忙，为何生活总是这样？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？不卑不亢，不慌不忙，也许生活应该这样。难道说六十岁以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？不想这样活着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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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想这样。慌慌张张，匆匆忙忙，为何生活总是这样？难道说我的理想，哇塞，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？都会不好，不慌不忙，也许生活应该这样。难道说六十岁以后再去寻找想要的自由？谢谢林思瑶，谢谢你的口红时刻，谢谢我们家大弟的云顶伴舞，谢谢我们家豆豆阿赞，谢谢春回，公屏的小伙伴谢谢。你这个叫活着。其实我也常对自己说，人要学会知足而常乐，可万事都一笑而过，还有什么意思呢？哈哈哈哈，匆匆忙忙，为何生活总是这样？难道说我的理想总是这样度过呢？谢谢春回。春回点歌你没唱，春回你点什么了？没看着啊，你在公屏重说一下，咱家宝贝帮我复制一下，有的时候我看不见，公屏刷屏太快了。谢谢大家分享。月满西楼，月满西楼我不会唱啊，春回。春回，你不会给我刷这么多礼物，你是以为我会唱吧？我可跑路了，我不会唱西楼，我没有钱赔。你不会再要回去吧？我没看见你点那首歌。你再换一首歌点，他们头像怎么弄的？你加群，然后加我好友大弟，你加我头上方那个群，然后你找韩夏夏，完你加我好友就行了，私聊我去。他们头像都是我给的。匆匆忙忙，在九团，那你私密我一下，我是群主，好像是，是韩夏夏。咚咚咚咚咚。
推上的时光，不为我，哎，给你们唱个这个吧。那么骄傲，那么骄傲。哎，我发现这两天咱们家的游客玩家比较多，是不？像041啊，是不是？就是这种，是不？就是游客挺多的。宝贝们，你们可能名字还没改，或者是你们不会改，还有或者是你们不想改。如果你们要是想改的话，不会改的话，夏夏特别愿意教你们怎么改名字。当你们名字一变的那一刹那，你就会有一种幸福感跟归属感。来个那么骄傲，我会改，嘿嘿。西海情歌吗？么么哒，春回点的西海情歌。哦，好。西海情歌。哎，你说我气海情歌，我要是也没看着的话，那个春晖能不能被我给气死？春晖出去肯定误会我，春晖出去跟我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谁也别去看韩夏夏，那韩夏夏牛的呀，顶歌从来不会唱，老子刷了那么多礼物，他当没看见。没点能给他气死不？来唱一个气海情歌。答应过我，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。
线，拉不住你许下的诺言。我在苦苦等待雪山之巅温暖的春天，等到高原冰雪融化之后归来的如烟。爱在难以续前缘，回不到我们的从前。曾经很多大哥在我直播间点歌，我都不唱。哎呀，一首歌春回送了我400块钱酒，这还是压制着自己送的。那么多大哥以前在我直播间点歌，我为了不让游客误会，怕游客误会我只唱大哥点的歌，所以我一直都没怎么去唱大哥点的歌，我一直都在公屏筛选。这想一想，一年走过来损失了怎么也得有个600-700万人民币了吧。照这么发展的话，哎呀可惜呀，是什么造就了我这种烂性格。哎呀，你看看你们自不自责，我对你们这么好，要不然现在一辆玛莎拉蒂都买了，点歌都不唱，得罪了多少人，损失了多少钱，你们再不对我好多伤心呢。我图什么。哎呀，谢谢我们家往事的紫色依恋走曲啦。个串天猴给往事送走。欢迎小当家。哦，谢谢。哎呀，谢谢我们家往事的紫色，谢谢。欢迎小当家。哎呀，手不能老闹，老闹什么老闹，一点这烦人。看你直播太开心了，哎呦，我这都压着自己呢，我怕你们一天合计我烦人，一天开个直播老是嘻嘻哈哈，这个那会儿我使劲控制着自己，但是我能做的已经是这样了。我发现了，晨晨不在我就是背锅的，你幸福不？
跟你关系好，我才知道让你背锅你不会生我气。人都是把最坏的一个脾气跟最真实的性格表现给最亲近的人，你就这么想你就不难受了。谢谢我当家哥，恭喜我当家哥中奖，不，预祝我当家哥中奖。那个小，你别我再恭喜中奖了，没中奖再来找我退钱来了。开个直播不容易呀、啊，唱一个那么骄傲。开始。整晚胡思乱想，夜色真好，让我睡不着。为何你总是想要逃？相逢如好不了，只能怪我找不到前由。你从未给过我爱的讯号。早报好的，我显得比你早，你爱的比我少，注定要受煎熬。不好的，优雅都不见了，不安分的心跳，全世界都听到。别那么骄傲，我随时可能走掉，我的手你还没有牵到，月太长月光必定会冷掉，如何是好？你欠我一个拥抱，而我却在对你微笑，怎么你还没看见我的好？当家哥，你终于要八八八八了吗？整晚胡思乱想，夜色正好，让我睡不着。为何你总是想要逃？真假？相逢若好不了，只能怪我找不到解药。你从未……哎呀，咱俩太合才了吧，坠啊！糟糕，我显得迷。你中了药，爸爸注定要受煎熬。别那么骄傲，我随时可能走掉，我的手你还没有牵到，夜太长月光必定会冷掉，如何是好？你欠我一个拥抱，而我却在对你微笑，怎么你还没看见我的好？哇塞，谢谢谢谢大哥。哇，恭喜我当家哥别墅送了500倍，我现在别墅也有奖了。谢谢我家弟哥，那么骄傲，我随时可能走掉，我的手你还没有牵到，月太长月光注定会冷掉，怎么办才好？你欠我一个拥抱，而我却在对你微笑，抱着我的苦恼睡着的觉。别墅中500倍，对啊，不知道这件事吧？来风不赔死了。整晚胡思乱想，夜色正好，让我睡不着。为何你总是想要逃？哇塞，谢谢我们春晖的小太阳，希望你生活永远都像太阳一样，每天都是阳光的。谢谢我们家大地的别墅，大地。当家哥说夏夏这里就是红，我跟你讲，我说过咱俩合财就合财，你不用刷回来，你就自己留着就行了。祝当家哥在哪个频道都能住1888，不光在夏夏这里，去玩儿去，没事，想在哪儿待着在哪儿待着，想在夏夏这块儿待着就在夏夏，不用还回来。
我都习惯了别人在我房间中要爸爸，我不用不求回报，只求给你们带来幸运就行，不招人烦就行。谢我们春伟，谢我们家大弟，谢我丹家哥，然后谢谢我们家的那个王室，还有谢我家无敌哥。比你早，你爱的比我少，注定要失去了，不好。我令哥点的鸭子我不会唱啊，令哥我不会唱鸭子，我会唱葫芦娃，都不是人，行不？反正你点的歌肯定不是人类，我会唱个葫芦娃。鸭子不会唱。葫芦娃，葫芦娃，你天上那几朵花，我一大都不怕。嗯嗯、谢谢酷宝。等一下啊、哦，我给你们唱一首《味道》吧。味道。一首老歌送给大家。酷宝，英仔，谢谢。想念你的笑，想念。
问你们个问题呗，就是你们这些送礼物的问题，就是你们送礼物，你们选的礼物是靠什么来决定送什么礼物的呢？就是不是价钱，就一样的价位，你为什么选择送个跑车呢？夏夏味袜子的味道，我袜子一点都不臭，我每天都换袜子，而且我的袜子我脚一点都不臭，只有国足的脚才臭呢，我脚不臭。嘟嘟嘟嘟嘟，感觉靠感觉送礼物是不？那我估计咱所有人，包括我自己，出去跑骚送礼物，对紫色一恋从来都没有感觉，我也不想对他有感觉。那个东西感觉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我们一点都不适合。我感觉什么跟我最适合呢？我感觉就是魔方，十个以上也不适合。夏夏，你把袜子送给刷礼物最多的人。我是啊。咱们家本场榜的榜一，送一个今天新鲜的袜子一只。咱们家本场榜二，送一个明天的袜子，两天穿过两天的袜子。咱们家的榜三，送一个鞋垫儿。咱们家的榜四，哎呦，么么哒对我好，我不能这么对么么哒，么么哒我得疼他，不行。得榜四，不行，我现在不能跟么么哒树敌，如果么么哒跟他们一伙了的话，咱家真就没有人站在我这边了。算了，这玩意儿春风得意不好局，四面楚歌才有路啊。在这个时候我要跟么么哒处好了，等我被欺负的时候才有人帮我。还有我呀，令哥，我告诉你，我找了半天在十没找着你，我想赠送你个礼物。另个你还有你怎么帮我？是帮我文字削他们还是怎么的？小手揣兜抽袜子，哎，不是你这名儿，哎，往事，我说啥了呀？你就又改名，你那名怎么一会儿都坚持不住十分钟啊？我另个对我也好，我这边人有挺多呢。欢迎咱们家小学生，你不是臭袜子吗？你是臭袜子，穿九天的袜子给榜九，看榜九是谁。胡小豪，想逃榜的就都改名。不哎呀，咱们家雨玲发烧了，我感觉我耳朵可热。雨玲是不是给我传染了呀？哎呦我去，那是远程感冒，传染感冒，我去。哎呀我去，我现在你们是不是谁骂我了呀？我耳朵怎么突然间这么热？谢谢春回，完了，春回对魔方有感觉了，让我说的完了。人春回说，我告诉你，韩夏夏。我本来对跑车有感觉，这回你说你对魔方有感觉，我现在就对魔方有感觉了。谢谢我们春回，给你们唱一个这个，等一下啊，来说这个。你的过去我不介意。还是老样子，把这首歌送给咱们家平时以前曾经是别人家的粉丝，然后后来路转粉了，或者是你们的主播停播了，来到我这里变成了我的家人的。你的过去我不建议哦，只在乎现在我们在一起。送给你们，开始。
就在梦里和你相遇，你的笑容那么甜蜜，无法忘记那爱的冷清，深深印在我的心里。伤心的话不要再爱听，往事终会随风散去，何必叹息时间悲和喜，不要苦苦为难自己。你的过去我不介意，只要现在能够珍惜，擦干你脸上的泪滴，轻轻依偎在我怀里。你的过去我不介意，只要现在能够在一起，未来当然留给你，从此以后不再委屈。收，谢谢我们家臭袜子，谢我们家神仙，谢我们家豆豆，欢迎新郎。又在梦里和你相遇，你的笑容那么甜蜜，无法忘记那一份冷情，深深印在我的心里。伤心的话不要再爱听，往事总会随风散去，何必叹息时间悲和喜，不要苦苦为难自己。你的过去我不介意，只要现在能够珍惜，擦干你脸上的泪滴，轻轻依偎在你怀里。你的过去我不介意，现在能够在一起，未来都有我陪你，从此以后不再委屈。你的过去我不介意，只要现在能够在一起，擦干你脸上的泪滴，轻轻依偎在你怀里。你的过去我不介意，只要现在能够在一起，未来的路有我陪你，从此以后不再委屈。谢谢那个刚才江湖送的水晶之恋，是我们家臭袜子。来风了。谢谢飞翔。飞翔，你说谁来风了？飞翔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刚才说谁风了呢？害怕没？他哎呦，任务忘开了，真的不在意吗？你说咱们家要开了，你说咱们家的人以前是支持过别人的，然后现在来我家了，我真的不在意吗？那当然不在意了，就不光我不在意，任何主播他都不会在意的。那也不一定，像我这种宰相宰相肚里能成宇宙的人还是少数，我肯定是不在意，毕竟我没有那么就是我想的跟男人想法差不多。你的过去是你的过去，与我没有关系，你跟我只要在乎我们那以后就行了。你以前支持谁管我鸟事啊？
那个时候你不是没看见我吗？就算看见我了的话，你没过来的话，你没有离开那个主播，那证明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，你就是不应该离开那个主播来找我。但是到最后了，你因为什么原因你过来的话，那我就不知道了，那我就应该珍惜啊。你肯定不在意啊，那人家给你刷礼物或者是在公屏文字支持啥的，这玩意儿嫌不嫌多，一个不嫌多，干啥在意啊，傻呀，多一个是一个呀，那人家不支持你，换人主播支持不也一样，又不是老公，在意这玩意儿干啥呀。再说了，就算老公也不应该在意啊，你说谁没谈过个恋爱呀、啊、谁没有过去、啊、你说你跟人处对象之前你接受不了你就别处，要不然处上对象就别磨磨唧唧，哎呀你以前对那女的这么好，你现在对我都不好，哎那你俩以前处了几年呢，那她好看我好看的，这种弱智的问题尽量少问。如果一个男的爱上了这个女的，他又爱上了你，不要问他最爱谁，他肯定是最爱你啊，如果他真爱第一个，他能选择你吗？那这种问题既然两个人在一起了，就不要总纠结对方的过去，这样让男人也烦，要做一个大度的女人，有能耐就用自己的魅力让他留在你身边。给你们开个任务啊，各就各位，预备开始、啊、等一下啊，现在咱们第一个任务咱们做的是纸鹤啊，我不会骗大家，夏夏好成熟啊，一般般啦，心智比较成熟了，恭喜我夏变成了胖女人，我很瘦的，这个衣服可能显得我胖，你看我这屁股还带字母的呢，时尚不？可惜在屁股不能让你们看见，要不然我就背对着你们唱了。给你们第一个开一个心愿纸鹤，大家有纸鹤的话，这些东西不是不花钱的，大家就送一下啊，预备开始。纸鹤呀宝贝们，现在进频道就自动领纸鹤，都在你的包裹里面。好，我们这回就开一个礼物收集，礼物收集啊，希望大家都能做任务，预备开始，一二三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要开这个最闪亮的，不，就我们现在要开接龙了，预备，谢谢春回。手机有纸鹤吗？手机应该不知道，他们说没有啊。好，现在我们开个最闪亮的星吧，好不好？手机电脑的宝贝们，今天白天已经有很多宝贝都把星星都给送出来了，现在就差晚上的你们来补刀了。哎呦，头发都长乱了，妈呀！合计我去打仗，开一场直播跟打了一架似的，就差你们了啊！手机、电脑党都有星星，宝贝们，预备，狂送吧！让我看到你们的疯狂。玩游戏的就差你们了，但是你们不出来送夏夏的话，我也不怪你们，没关系，真的没事儿。花钱的我不用你们送，如果不花钱的你们也不出来支持一下夏夏的话，我也不怪你们，你们开心就好。那你还说我喜欢呢，我乐意啊，我是主播呀、啊、我有麦克风啊，要不你上来说，诶，上不来欠毛的了。哎，这星星怎么还没送完呀？我都看累了，这星星滚屏滚的还没滚完，哎，我滚这么长时间受不了。谢春回，夏夏我都送完了，谢谢谢谢。等一下啊，星星不送完我舍不得开礼物，这是对游客的尊重，不能这一项人家没送完呢，要的感觉还没看完呢，然后就开接龙。
我要等他们都把星星滚完屏的，就这么看着他们滚屏。你看他们都送我还来劲儿了呢，这帮人。好，预备开始，来个接龙。没有别的任务可以再开了，只能开这个了。完活了是吧？谢谢送星星的小伙伴，谢谢接龙还有做任务的小伙伴，我要给你们唱歌了啊。等一下啊、哦。唱一首我愿意送给大家，我愿意。哎呀，哎，其实我会唱的歌可多了，就是不爱唱，总是爱唱这些自己一直喜欢的那种。我这个人就是特定性，特专一，自己喜欢什么东西，就假如说我吃什么东西，我非得吃到伤了，我才会慢慢的减量。就是你再多好吃的给我，我就想去那家，就盯着这一家吃，直到给我吃伤了，我就才离开。就是唱歌也是，我就喜欢这几首歌，我天天我就唱，我会别的歌，哎，我不唱，就是这样的。有的时候是挺招人烦的哈。你们唱一首《我愿意》。伤心的全是傻子，就唱这首吧。为什么那么突然，还是要把自己变成？我来唱。我直播过程中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开龙了啊、哦！说谎的都是骗子，相信的全是傻子。为什么那么多人还是要？变成疯子，漂亮的不是面子，亲密的只是影子，要怎么才能把誓言说长？说唱离别的句子，我愿意被贪婪俘获，愿意隔着梦想用假象拥抱执迷，我愿意拖着绝望。神仙往事，这边我愿意，我愿意。22，谢谢。漂亮的不是面子。亲密的只是影子，要怎么才能把誓言说成？说成离别的句子，我愿意被贪婪烽火。隔着梦想，用家乡拥抱。
一个着妄想，用假象拥抱执迷。我愿意被拖着绝望离开你，是要你忘记彼爱的彻底。我愿意忘记彼爱的彻底。好啦，这首歌叫我愿意。 Thank you very much。 不是，唱歌的时候是不是特别认真，不能跟你们嬉笑。没办法，唱歌的时候真的不能闹，唱歌的时候得好好唱，开玩笑的时候得好好开。谢谢我们家分享，你们觉着呢，是不是？要不然的话都混一起，这样的话多没意思，这样的话大家会觉得唱歌唱的也不认真，唠嗑也唠不好的。噔噔噔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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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去吧。夏夏，你化妆了吗？哎呦，你才发现啊，化妆了呀，只是没贴假睫毛，但是我画眼线了。由于眼睛太小，所以有的时候总是想化妆。因为本来想涂个睫毛膏，如果眼睛真的很大的话，真的贴个就涂点睫毛膏就足够了。但是因为眼睛小，总想给它放大一点，然后就有的时候画蛇添足，越画越差，越画越差，越描越差，然后眼线越画越粗，然后就不好看了。何况我现在站的离视频这么远，你们肯定看眼睛更小，如果离这么近的话眼睛大了。我今天都没好好谢谢你，你送给我两个女神麦田，然后我问你想听什么歌，你也没理我。你今天送完礼物，过一会儿我就问你你想听什么歌，然后我说你随便点一首，要是能唱的话我就给你唱，然后你也没理我。你这个名起得好，开明门窗，直接就从窗户跑出去了。婴儿彻底被无视了。我原来我也有被无视的时候。嗯，你们唱婴儿啊。来一首婴儿。好久都没有听婴儿了，怎么改名字？我的怎么全是数字？点击自己的头像设置，你就能改名字了。大家把咱们家的马甲格式发一下呗，行不？欢迎所有的人加入夏家，特别欢迎，看不到眉毛了。好，我要唱一首婴儿送给大家。等一下，手机怎么改？在个人设置里面，就是你的编辑资料里面。那
下的好心慌，憨憨的你睡得一脸安详，顽皮中神情依然倔强，感觉你是我的一儿一样，那一夜我哭得不声不响。好煞风景了，我感觉我去了。嗯，唱歌唱的吧，连咽口水的时间都不想给自己，就想用来这个时间我来换一换气就行了。然后口水有的时候就没有时间咽，然后再往出一发现，哎，就呛着了。他们说这一呛呛的好真实，是孩子。是婴儿受伤了才来找我，
你们想听什么歌？爱你，联系你，原谅你。再给你们唱三首歌如何呀？谢谢青哥已经唱过了。嗯，你是不是喜欢？是的呀，谢谢纳西刚才送的礼物啊，还有欢迎开明门窗。烟花三月，给你们唱首老歌吧，好不好？唱一首这种歌曲，你们听听好听吧啊。哎呀，雨玲，你还难受不？哭啥呀？手相别在黄河楼，波涛万里长江水，送你下扬州。真情伴你走，春色为你留。来世四桥明月夜。哎，雨玲，你快去躺下去吧，别看了，别玩手机了啊。好了，快去吧。我车有没有我车阳的好朋友？扬州城有没有我为你分担忧和愁？扬州城有没有我车阳的知心人啊？扬州城有没有人和你风雨同舟？手相别在黄河楼，波涛万里长江水，送你下扬州。真情伴你走，明月为你留。来世四桥明日月，牵挂在扬州。知道思念总比那西湖少。
我的歌，还有两首呀，谢我的歌，你想？咦？嗯？谢谢，刚才那首歌叫《烟花三月》，烟花三月。哎，我还以为你们不会喜欢那种歌呢，我开个接龙。我还以为你们不会喜欢那种歌呢，看来还是有很多人喜欢这种歌，是不？那这种歌我要多唱一唱。吓得肚子好大呀！不是这个是硬质，这个我肚子不大，这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衣服太厚了。就我这种 S 型的曲线，它怎么能显得穿衣服还显得肚子大呢？衣服太大了，这个简直是整不出来，把我这个 S 型曲线都给埋没了。哎，什么？舒服就好了，也是啊。这么就好。再来一首老歌啊，再来一首老歌，我看看豆豆最后一首，咱们唱一二一就给豆豆好不好啊？一首老歌，看看你们想听什么呀？你这么闲不住，穿着肯定热。对啊，这个衣服里面带毛的，这接龙吗？是啊，雨玲你好点没呀？你出汗没？你要不行的话，你就喝点姜汤什么的，喝完姜汤你就把背给它捂严实了，出一点汗就好了。最好感冒好的最快的就是排汗，就是尽量能不吃药先不吃药，尽量先不打点滴。你知道打点滴在国外那个东西老严重了，外国人看点滴这个，你就尽量使劲让它出汗，等汗出去了就好了。你们想听什么呢？老歌，我天天看看公屏有人点，还有开门明窗，你是不是今天卡？刚才夏夏跟你说话，你可能都没听着。你喜欢听什么歌？你告诉我啊。唱《雨落长安》。我现在头发好乱，我没谁了，简直乱的。好。看看啊，不要点太高的歌了，等会要睡觉了。风中有朵雨做的云，还哭啥？哭啥也挺好听的吗？不是，对的，多喝热水。雨林鸟乖哦，好吧。真的好想你唱过吗？赠送你半首吧。真的好想你没怎么唱过，是这个不？这首歌点的好老啊。怀旧金曲，真的好想你，我在夜里呼唤黎明，谁的彩云游也知道我的心，星星哦，也了解我的心，我心中只有你。千山万水怎么能阻隔我对你的爱？
你不会跟邓丽君儿住一个小区吧？真的，夏夏，你唱老歌好听，我还能给你们唱一首老歌呢，那首歌叫《偿还》，也是邓丽君的。这首歌你们一定要挺住，一定要挺住，挺到最后挺，挺到最后。咱们就唱这首《偿还》，邓丽君的吧，好不好？来，一首邓丽君的《偿还》送给大家。喜欢夏夏宝贝，点击一下上面的关注，如果不点关注，明天就见不着了。还流着泪痕，这不是胭脂红唇，可也是的伤痕，破碎的心灵流失了多少情，弥补的谎言，偿还的借口，我不会去当真。心如旅程，只能够你我两个人，不可能是我独徘徊，也不可能三人行，你可以去追寻的恋情，也可以不留一点音讯，但不要用偿还做借口，再让我伤心。谢谢我们家的豆豆，谢谢。还有开门云窗 ，Thank you。谢谢我们家雨玲。爱哭的眼睛，让泪水染红。要多少岁月时光才遗忘这段情，脆弱的心情还留着你伤痕，弥补的谎言，偿还的借口，我怎么能相信。爱的喜怒旅程，我曾经答应你建议，就只能说我太多情，不敢埋怨你无情。我曾经耐心听你的命运，也曾经了解你的苦衷，请不要用偿还做借口，伤了我自尊。偿还做借口。
首歌叫《偿还》，一般人享受不了这种歌。喂，最后一首歌，一二一九，谢谢飞翔。一般只有我这种上了岁数的人才会喜欢一些邓丽君呐、童安格呀这种老歌曲。哈哈哈，这样都让你看到，妈呀，你都送礼物了，我再看不着，我瞎了。嘿，谢谢魏哥，你都送礼物了，我能看不着吗？我还看不着。咱家人，你以为是30万呢？还看不着？你就10个10个送，1个1个送，我都能看着。夏夏可以多唱老歌，真好听，是吗？行，那我以后就尽量没事给你们多唱唱老歌，像什么《漫步人生路》啊什么的。说到这里，必须要唱两句才过瘾，让大家听听我的六环以外的粤语。准备签到了，大家没事可以去看一看动态呀、什么的、动态挺好玩的，咱们我发的动态就像是微信朋友圈似的，跟大家一起互动，大家尽量多留留言啥的。听一首一二一九啊，无人的小巷，喧闹的路口，初次约会我们走了很久，终于把你小手放在我胸口，
恋呢。太猛了，这也。谢飞翔，我去，这恭喜我们家豆豆荣升伯爵，还没想到豆豆也会送紫色呀、啊，还以为他的礼物栏里没有紫色这个选项呢。不是，豆豆是这样的，豆豆从我开直播他就点那1219，然后我跟咱家豆豆说，我说我没开嗓呢，先不唱啊。然后豆豆说嗯好，然后呢我就一直没唱，这咱家豆豆真能等得起，等到了最后一首了都。这也就是自己家的人，要是别人的话早就没耐心，人早就走了，你不唱就拉倒呗，你爱唱不唱我怎么的，还得陪你3个小时直播，等你就最后你一首歌啊。这也就是自己家人愿意陪你直播等到最后了，没想到我其实是我等到了最后，谁知道他这么猛啊。哎，我就说话说的老牛了，我说你等会儿嗓子没开呢。哎，现在想一想，哎呀妈呀，小心脏啊，扑通扑通的。然后豆豆说我先去睡觉去了，我说好的。然后豆豆说哎呦我还是睡不着，我睡觉的时候还是想着你直播，算了先看你直播吧，我说好呀，然后就最后一首了。特别喜欢你唱的歌在飞，但是不能唱了。你知道我脚底下踩的是什么东西吗？歌在飞，不能唱了，不唱了。要这么直播的话，直播一宿都给你们直播不完，我能听你们都听不了了。噔噔噔噔噔，这丫头越来越会唠嗑了。我跟你讲，不宇哥，你是没怎么看我直播，你这看的只是尾声的这部分，你要是赶到最精彩的部分的话，那不是会唠嗑的问题了，那是会聊闲的，都会逗他们了。欢迎开明门窗，开明门窗，开明门窗，你是不是性格就是比较内向的那种，就是看直播不怎么愿意说话？你放心，开明门窗没关系。虽然你性格是这样的，但是我早晚会把你搞外向的。应该是比较内向的人。开门门窗名字是打广告来的，你笑起来小酒窝贼可爱。哦，我酒窝只长了一边，要是两边对称就好了。哦，是这样吗？开门门窗，如果你愿意没事就来看夏夏直播的话，你肯定会慢慢会变外向的，你肯定不是现在这性格，你肯定可爱说话了以后。给我5次机会，你来5次，我就能让你特别的爱说话。在我记忆中，你已经来2次了。欢迎小马，哎呀，谢谢开门明窗。这不就外向了吗？用礼物再跟夏夏交流，这种高端的交流方式第一次见着，见识过。谢谢18的2个高跟鞋，谢谢啦！还有我们看微明窗的女神，今天上午她就送了我2个女神，小静 ，hello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公屏的小伙伴支持，谢我家人，还有谢谢开门明窗，谢谢你不想问。
我已经很满足了。看妹妹窗，你不用说太多话了，这样就够了。你也别耍了，求你了，行了。我不能再逼你说话了，再让你说话的话，你净耍礼物玩了，可以了。别耍了，我知道你是好人了。可以了。哎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陪我，然后还有谢谢看妹妹窗，谢谢你不嫌我丑，你还晚上继续来看我直播。哦，我刚才截图了，等我发一下自己的电脑。等会儿发动态嘚瑟去。建议大家都看一看那个用手机下载来风，建议大家去看一下韩夏夏的动态，动态里会写好多关于大家的，然后我的长篇论文都在那里面，大家可以通过我的动态更了解韩夏夏，因为直播的两个小时根本就了解不了我什么东西，大家可以通过动态看一看我写的文字给你们，然后可能咱们会更近一点距离，然后还有开门明窗你也去看一看，今天晚上一定会有你。对啊，他们说我像写论文似的，每一次动态都花好长的时间去写，然后写一大篇子。有的人写动态就写了几句，哎，谢谢这个哥哥升级，谢谢什么的，人家非常简单干练，就是简单干脆那种哈。我就是磨磨唧唧，夸写了700个字。谢谢开门云川，谢谢相印。对啊，我一写就收不住闸，因为我觉得有些人送你礼物，他不光光是送你礼物，他是对你的一种认可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就假如说举个例子，开门明窗，我知道他这个人，从我知道那天起到今天，他对我对他的印象将会越来越深，那我将会知道他刚来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，然后后来我说什么话给他又逗出来了，他又是什么状态。还有公屏的这些人，虽然没刷礼物，但是大家一直陪着我。那如果房间里只有几个能刷礼物的人，公屏没有人来陪你玩的话，一样是没意思，所以缺一不可。所以每个人我都想往上写，都想写，不想忽略就是每个人感受。你说你拉100个你不能拉一个，所以我这动态一写就贼长，就刹不住车了，完全就你写的多大家不会嫌弃你，但是你要是落那么一两个的话，大家会有失落感，所以说尽量不要去落别人，然后我就一写就刹不住车了。要说小时候语文特别好，一写作文就反正面那么写，纸都不够用了，一写就写老多了。忙了到现在才有空来看你，这么迟还是再上来看看你，多喝水哦，谢谢。行，然后谢谢大讲堂开始不结束了。等会儿下播以后我就要去发个动态去了，然后大家如果今天晚上着急睡觉可以明天再看，反正今天动态就放在那里啊。动态就是用手机下载一个来风，然后你关注我了，点进去自然就能看到我写动态。只要你关注我，最好是关注我一个人，动态是最好找的。啊，那好吧，今天直播就到这儿结束了吧。谢谢我们家的所有宝贝，公屏宝贝的陪伴，还有别人家的宝贝，谢谢大家给下下面子来下来这里，还有我的家人们。谢谢我们家的臭袜子，谢谢豆豆，谢谢神仙，谢谢无敌，还有开飞冰叔，还有摸摸的，还有飞翔，我们家大地雨灵，还有十七，还有没有上榜的宝贝们，谢谢大家辛苦了，然后明天再见吧，宝贝们，一会儿动态见到，晚安，拜拜。Good night.